礼拜天日曜日です。天气不太好啊，天气はあまり良くない。我现在试用的是 GoPro Hero 5，然后真的我想买 GoPro Hero 7，但是为什么台湾买的 GoPro 是比日本贵？真的太贵了，所以我决定我回去日本时候我要买 GoPro Hero 7。哎，找不到啊，这里吧。休息的没有开，真的吗？那我要去其他地方，我要去木泽书店，木作市場に行きます。 ジーンストリートってところに木泽书店があります。这边是 Musa 市场，蛮热闹的市场。这边牛肉饭30块，哇哦！
Aspen。